看看啊，看这肉这样啊，哎，朋友们大家好，用心做好菜，吃出健康来。先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料，这样，我不是准备一条两条啊，先看我先把它断开，啊，把火这么燎一下，必须的啊。这个比搁锅里那么蹭那个效果要好，好，这样就行。这个肉呢，洗完了啊，烤完了，用那个清洁球啊，钢丝球一撸吧啊，一洗就出来了。看一下这个块啊，这块别太小了，2.5公分乘3公分半啊，这么大的块就行了。再看一下这儿啊，再看一下。花椒、桂皮啊，肉桂都行，我这是肉桂啊。大料包盖上盖啊，放到调料盒里。我这是2斤半肉，加上老抽，这些用麦芽糖拌一下也行，蜂蜜也行，下锅一炸，总之让它上红色啊。初学者呢，你就在家做呢，你就按我这么做，搁这老抽一拌，一炸。这个搁这个老抽拌完，放2分钟就行啊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油烧制的是80热啊，7至80热，看，哎，这样就行。再下。它一翻花，油要漾出去怎么办？花这么一打，它就好了。完了，试探往里下。这是红烧肉啊，商业版就这么做。我说这话呢，就是我十七八那种劲儿啊。咱们学活，真正的红烧肉就是这么做啊。你记住，你找到这个最老的书籍书本上那些个理论知识啊，和那个制作方法、工艺流程都是这样做的，可以。冰糖炒成鸡血色啊，看什么叫鸡血色。好，这样，哎。这个色就均了，看看，哎，这个手勺里少放点这个清水，等这个肉往里一下，清水也同时下里，啪一喷，色就上来了，哎，这叫酱红色啊，有的书上写叫银红色啊，就是这个颜色。酱油。酱油是加1/2啊，让它酱香味浓郁一点。这个时候不允许加那个海鲜酱油啊，大豆啊，大豆酱油。这是白糖，这些白糖，盐是这些啊。按这个现在这么些汤放这些盐肯定是淡，是吧？等你把那汤汁收下去的时候，哎，口味就正好了。烧开，大火烧开，看一下啊，把这个再调一下口。这个水呀，中途还要往里头加水啊，加什么样的水呢？开水，不是凉水啊，要记住。我这里还要加上一点红曲粉，朋友们看一下，红曲粉是这些啊，哎，这样。这个就等待成熟了啊，看住啊，这是旺火，改成小火看啥样啊。这是呢，咱们在家做到50分钟至1小时，或者你这肉要稍微老点呢，兴许1个半小时呢还啊。好了，这就是自己掌握。来，时间到。哎，这个拿出来，把这个
葱姜给它挑出去，全程呢是1小时25分钟，中途加了3次水。好，这样呢就可以勾芡了。把汁儿呢再稍微收一收啊，收一收。这叫泼芡儿。芡儿不要紧啊，挂上就可以。少淋一点油。哎，这样哈，再收收汁儿啊，收完芡儿了。哎，看看这颜色好了。色泽酱红，好，就这样。看看啊，看这肉这样啊，哎，我再加一块，我再加一块，看看这肉这个程度，哎，好，特别诱人呢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个菜啊，做法很正宗。就最后不正宗了，上面给放上小葱花啊，或者放点香菜，这都不允许啊。那你不允许你怎么放了呢？啊，原因是啥呢？放上点这个，增加一个食欲，给人一个感觉吧，不枯燥。这个颜色，特别这个绿色代表生机的意思，是吧？但是啊，咱们在家也好，在饭店也好，尽量别向我学习，这是个错误啊！哎，那么这个做法毫无疑问正宗啊。说过这个油的好处啊，过油的好处啊，就是说这个颜色烧完以后，它这个肉啊，你可以给它弄到什么程度？要烙锅了啊，要烙锅了啊！这一拿，要你正常的，你不过油，现在这么一拿，已经断了。正因为它这个过了油，外面形成一层网膜啊，外面非常瓷实，里面呢化了，入口即化，你这就做好了。就我这个肉啊，就是咱做视频，我没那么太要求，如果再要求还得加上1小时，你看吧，味儿好还小事呢，入口即化，肥肉里面真的这么拿过来这么一咬，里面一股汤，什么汤？肥肉化了，那就更好了啊！我跟你讲道理，你知道了，你肯定能做到，是吧？这是指的咱们这个新网友来说。但是呢，在这块看我做菜的这些网友，还有老多老多的大师也在我那里头呢啊！有时候也给我回个话啊，使我呢在这里也镀了金啊！我也跟你们学了很多活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大家伙呢看我的视频的时候，有的在安慰我，有的在鼓励我，有的在点拨我说别站住啊，啊，注意啊，下面有人，我知道啊，这个菜没糊弄人啊，就一个事儿糊弄人了，不允许啊，不允许放那葱花香菜。希望跟我学的一些个网友，咱们相互之间采长补短，把这个菜做得更好。好了，就说这么些，有什么需要网上留言，谢谢诸位观看。